妈呀，我怎么出生在天上了？难道是我拥有了飞行的超能力？嗯，这边看我直接给大家表演一个与太阳肩并肩。我去，我怎么还狗带了？哎呀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因为这里是重力颠倒生存，开局玩家处于失重状态，如果头顶没有遮挡物就会飘入天空狗带，我们只有收集一颗钛合金才能恢复正常。不是吧，这也太离谱了，我们没办法落地，要怎么才能收集到钛合金啊？我知道你很急，但是你先别急，我们出生的位置正好是空岛下，只需要沿着空岛放置方块慢慢移动，找到钛合金的位置就能完成任务了。有道理。哎呀，没想到你这脑子还挺好使的。我去，一不小心手滑了。哼，再来。可恶，这也太不好操作了吧。照这样下去，别说猴年马月了，就算狗带上万次也不一定能找到钛合金啊。切，人不行就不要怪路不平，看你这么可怜的份上，我就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。在这里我们只需要按一下跳跃键就能短暂恢复重力。这又有什么用，不还是一样无法到达空岛？饭要一口一口吃，路要一步一步走的道理你都不懂吗？这样我们好歹也算是可以移动了，接下来寻找钛合金不是更方便了吗？说的好像有点道理，那我们抓紧时间行动吧。Later. 我去，我的头发都快白了，也没发现钛合金，这下该如何是好啊？遇到事情不要慌。刚刚我在寻找的过程中发现，在水里我们是处于正常状态的。接下来我们只需要制作几个瓶子装上水，不就能轻松完成任务了吗？有道理。水魔，那你为什么不早说？主要是难得看你这么积极，打扰到你那多不好意思啊。来来来，时间紧任务重，我们还是争分夺秒行动起来吧。A few moments later. OK, 终于收集到足够的材料了，接下来大家就瞧好吧。怎么样，这不就轻松找到钛合金了吗？哇塞，用钛合金还能合成神器，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吧。嘿嘿，既然有了神器，那肯定是要好好的伺候一下 boss 啦。正有此意。神魔，你们不是重力颠倒了吗？又是怎么来到这里的？只要思想不滑坡，办法总比困难多的道理你是不懂的吗？黑龙小弟乖乖受死吧。OK, 轻松击败伙伴，换作是你们能挑战成功这个生存吗？